这是日本人以前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地方，受害者都是被肢解的，有部分的身体部位找不到，像是在做个娃娃。 死去的人回来了。 你是什么人？ 我是来救你的。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？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脆弱的一面，如果把这脆弱的一面无限的放大，没有人想要活下来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